人参多少钱呢？哪个？这个。那3块钱一根。你咋卖这么贵呢？因为别人家都卖10块钱三根。10块钱3根。盘点那些把老板整蒙圈的沙雕人类。视频制作不易，请各位看官老爷加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你要怎么办？给我来一个肉包。哎，好嘞。小伙子，你呢？我也要一个肉包。那他要肉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也没问我。小姑娘，你不是也要一个肉包吧？不是。哦，那就好。你是富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这么公司找不着。不是，就是年龄大点无所谓。没有。不想努力了。没有，找不着。稍微有点钱的了。没有，找不着。你说别的不接吧，就是我就是找对象来的。啊。你没有钱吗？你。不是你啥意思呢？啊。我有钱没钱啊？嗯，不太方便呗。不是我们不太方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嗯。问你啥意思呢？那行，那我再看看。能洗头吗？能洗。帮我洗个澡呗。啊、什么？洗个澡，帮我洗个澡。叮叮叮！嘴上别顶。这是洗个澡，用点水。你这花样你说，你早说呀！你上理发店，你来找洗头，完了你告诉我洗个澡。我看有没有水呀、啊？我是不是电死你？哎呦我的妈！洗澡啊！你这是典当行吗？对呀、啊。瘦不瘦黄金？瘦啊。瘦黄金？嗯。俺朋友有两颗金牙，你能瘦吗？两颗金牙？嗯。啊？俺朋友昨晚凉了，完了，你要能瘦，你自己过去给拔了。凉了？啊、嗯。啊，我还能干这活干吗？我是干这活的。那我给弄过来，你给拔行不行？我给你拔了点，能不能拔？你不是送黄金吗？金牙。我知道了。嗯，走了，人走了。我给弄过来，你给拔了。哦，你快拉倒，你吓着我！你操你！不行啊！快拉倒！你不逗我是吗？那么你茶纸有不？茶纸。茶纸啊，茶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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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的。不找了。茶纸吗？茶杯。茶纸。茶杯的吧？茶杯。我叫茶杯啊。茶杯。哦哦。茶杯饮料。茶杯饮料。哦，我还以为茶纸。啊、你这肉咋卖的？60一斤。妈，60一斤？哎，老板，你给我来一斤。来一斤啊？哎，你等等，你给我来半斤瘦肉，半斤肥肉。啊，那肥肉就算你20一斤。啊。啊，瘦肉算你40一斤。啊，行，啊、给我来半，一样来半斤。嗯。来，这瘦肉，啊、肥肉。啊，给你钱。等会儿。这钱不对吧？怎么不对呢？瘦肉你是不是卖40块钱一斤？啊，对。我来半斤是20块钱吗？嗯。肥肉你是不是卖20块钱一斤？嗯。我来半斤是10块钱吗？啊，对对。你好好算算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搞错了啊。哎。啊，再来再来啊。能化妆吗？谁化妆？我一个朋友，女的。啊，能。我朋友前两天人凉了，走了。然后那个明天家里办事情，脸色不太好，你去帮我化化呗。我不太懂那意思。就人没有了。那我不会化那个妆啊。哦，那我不会。我给弄来，你给化化行不行？化个淡妆就行。叮叮叮！已经走了走了。那不行，我不会化啊！不行。那我给弄来你。不行，我弄不了。啊。一会儿弄不了。啊。对。好好。一个大碗，一个小碗，一个中碗。中碗和小碗打包，大碗在这儿吃，中碗不要葱，大碗多放香菜，小碗多加葱。中碗面煮硬一点，小碗正常煮，大碗面多煮一会儿，小碗汤多一点，小碗多放点青菜叶，小碗加一份牛肉，中碗不要青菜叶，中碗的青菜叶加到小碗里面，大碗不要辣椒，中碗煮细面，小碗的多放一点辣椒，大碗的要煮宽面，中碗的辣椒正常放，小碗的煮毛细，打包的一个用袋子装，一个用盒子装，小碗的多放盐，中碗的多放醋，大碗在这儿吃着干拌，加的那份牛肉一定要全色的，不
能有一点肥肉，一定要公牛肉，不能要母牛肉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听懂没有啊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这里能做门吗？做门是这样，我那同事女同事，我就是比较喜欢她嘛，她我就想去她家里玩，去她家里吃饭嘛，她说门都没有，我就想帮我做个门，我送给她。做门看你做什么样的，那是大门还是那个小门？她说门都没有，我就是想来给她做个门。你看你是不是看什么门？我一看你说大洞狗说她什么东西？谁叫你在这摆摊的？叮叮叮！谁叫你在这摆摊的？你说，这能摆摊吗？什么事你说吧。没人管是吗？什么叫谁叫摆摊的？就是，谁叫你到这里摆摊的嘛？这没人管吗？没人管。啊？没人管。哦，就是有人管，就是。是干嘛的？就是我也是，就是说是跟你是同行。如果这里没人管的话，我明天把我的东西也拉到这里来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、哦。也是卖这个烧饼的，纯玩的。